最骗人的汤。多好的恶性他们。他的实力就有区分了 ，A 跟 A 加就差很多了，在 S 之后就可以避开一些那个滑水滑障碍。连的是那个追捕队友强的话，个人是偏上去，现在刚刚好啊。现在攻击的问题是那个根本不足，看不清。可是我觉得反而大家要把这个对手干掉，这真的是莫名其妙。直接把这针砍掉，然后把那个正负的那个正负值的分数直接拉大就好了。这竞争对手会莫名其妙，尤其你碰到王牌战的时候，你打一个那种十几万，然后就你对面碰到王牌，你的竞争是王牌，你就直接爆输了。我觉得竞争是一件很。我
是觉得竞争这个太不公平，你的资源碰到对面是强敌，你也不输啊。没有，还是很容易碰到，还是很容易碰到资源配强，半用配强这样。YouTube 我看的人龙三的剧情七小说，看的七小说怎么样？干嘛很烂吗？因为那个模组太算已经 HD 化，但是那个现在有点难以接受。急的故事有在调整过吗？急吗？加调一些。哦，他还是有微调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就是修正那些被骂的地方吧。应该是吧，他有加一些东西。你们开始了吗？极恶也有啊，极恶才是真经典神作。
勝しました。勝利です。